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羊仔回来喽，小爱还在写作业，不陪羊羊玩啊？我们作业很多，我哪有时间陪他玩？羊羊，你的作业多吧？不多。那这就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差距。羊羊，你在看啥？一直盯着姐姐的书桌看。我看这是啥东西？就是错题打印笔，你有吗？我没有。这个是打印机，这个很好用的，用了它就不需要手抄错题了。洋洋，你平时不整理错题啊？不整理呀，整理错题很好的，你拿考试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复习，特别方便。对呀，你想要不把你这个送给洋洋？我送了我就没用了呀，我手抄多麻烦啊，要不你送他一个？他明天都走了，来不及了。没事，可以把地址改到他家。那 让姐姐先教你咋用，好吧？我给你买一个送给你。很方便，不用联网就可以直接用，按一下就开机了。长按。对。那这里面有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很多，还可以做摘抄哦。你就直接示范给他看就可以了，好。一学就会了。假如我要整理这道题啊，你先对着错题拍个字儿。你看这个题就出来了，你还在搞去手写啊？去手写需要联网。直接按一下打印。对。好，那这样一试就可以了。这个还可以粘，一撕就行了。给它粘在你的本子上就行。好，挺好的。现在目前还没有本子哦。是不是很简单，洋洋？是的。你会了吧？会了。就是拍个字儿，然后按一下打印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还可以做便签和摘抄。我给你摘抄个英文单词。哎呀，学得好认真呀！看，送给你记单词。你看，这是姐姐的错写本儿，是吧？以后就这样整理啊。然后你听懂了吧？听懂了。那你来做一个试试。这个是数学，写到数学框里面。然后对，点进去直接按一下打印。哦，出来了。我的字有点丑。你好棒啊！这个很简单，一学就会了。我不说小爱好棒，小爱好棒呀！就是洋洋好棒，是吧，洋洋？看我们家小可爱洋洋这次回来跟姑姑都生疏了啊！姑姑，你知道我们家地址吗？咋啦？你不是说是我那AI 错题笔吗？你说这个打印机啊，错题打印机啊？对呀、你还记得啊？好，我记得你们广州的地址，我给你直接寄过去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啊？好，那你好好学习啊，把错题整理起来啊。